最勁嘅龐大嘅團體就係國士功夫金龍醒獅團，為我哋金龍嘅表演啦，壓軸嘅大巡遊節目。哦，又係另一條龍啊！冇錯啦。每年咧，佢哋都動用咧好多好多嘅呢一個嘅即係學員咧，係為我哋帶嚟好多唔同嘅演出啊！係啊，其實有時係舞啊、龍啊、醒獅啊、打鼓啊，都係強身健體嘅一種嘅活動嚟㗎嚇。但頭先你見開場嘅時候有70頭嘅醒獅啦，跟住咧同呢班人又唔同㗎咯，所以你其實佢哋總動員啊，我都數唔到佢有幾多人，都數唔到啊！總之好多人啦，幾百人啊，佢哋都有。係啊。喺度再次多謝郭師傅啊！咁啊，率領一班學員咧嚟到為大家演出嘅。簡單，這個其實很花氣力的這個動作。我知道啊，他要用力用氣來到跟著節奏啊，還要。是啊，這麼多人都要一個節奏的，你都不是。不是亂咁嚟的，如果不是就打擊的了。是啊。好多謝，好多謝。好精彩的演出。哦，條龍呢就慢慢向前進啊。沒錯啦。我哋繼續咧，會喺我哋福泉街咧，係繼續同大家見面噶。冇錯啦。哇！呢支旗犀利啦，兩層樓。呢支旗你睇下，兩三層樓咁高啊！出嚟呢支旗點似啊？哇！醒獅團，大家俾熱烈掌聲啊！即係名副其實嘅武大旗啊！啊，真係郭師傅每年都係明朝百出啊！冇錯啦！哇！哇！哇！俾掌聲聽下！哇！嗱喺度同各位嘅大朋友小朋友講講下，咁啊佢哋經過長時間嘅訓練嘅，大家唔好自己咧啊，包屋企自己揾支竹咧，就係咁頂住咧。就製造危險啦 ，OK， 小心小心。我相信呢一身邊嘅我哋旁邊嘅攝影師，你都係注意自己，係啦，注意自己嘅安全啊！睇實啦，睇實啦嚇，因為好重啊，呢一支旗杆啊，哇！小心俾彈牙，真係好犀利喎，師傅。哇！膊頭有力，擔得起啊！冇錯，有擔大。多謝我哋旗隊嘅演出啊！活力充沛的學員，好啦，我好開心啊，明君。冇錯，今日又有新嘢睇到啦。冇錯啦，咁啊，今日今晚咧可能有啲好嘅嘢出現啦。冇錯啦，咁喺我哋呢度嘅巡遊嘅演出咧，係啊，上半部分。冇錯啦，好啊。